百视 TV 最好的舞台刚刚给我们下了一个小挑战、哦、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递上挑战。哇，今天不是一个简单的即兴，哎，谢谢。哇，这个是扑克牌，这是扑克牌，这就是简单的扑克牌。但是你也知道、就是、我知道了，对，你也知道就是数字是对应，就是我们唱哆来咪发嗦拉西也对应了，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我们待会儿就会随机抽取三个数字作为我们将会创作的音或和弦。然后李老师有没有最不希望想抽到的？我当然最不想抽到的是六，因为六音的话我就是十三音，就我就六六的话就不太好用。 OK OK， 对，最好用的是一三七，一三一三七，尽量别抽到六哦。对，来吧，来我们一起洗一下啊。啊，公平公正，来李老师先来一张。那我就选第七张吧。好的，第一张选第七个。我选第一张。好，剩下的我们从中间来一个。我们石头剪刀布吧。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OK， 那我就选一个六吧，第六张。好，第六张。我看能抽出来什么。OK， 然后我们来揭晓答案。二一，二三一，一二三。啊，一二三，这么巧。一二三。啊，好。OK。一二三的话，那就是对应哆来咪。对。哇、哦，这个我。这个其实东西蛮多的。对，这个可以玩的。东西蛮多的。就是说比如说当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对对，就是很多都是哒哒哒，对对哒哒哒哒，对哒哒哒哒哒，后面的没法用发骚嘛。对，但是我们还是就是用简单的。嗯，挑战。对的，就是我们用一二三，我也没想到这么巧，就是连号的。对，我想着可能会抽出来一个二四六啊，或者说三五七，一四一四七之类的。一四七挺难的，说实话。如果这种要是我们的电话号的话，就价值连城了，就是连着的号价值连城了。对对，我应该就是注注册一下。OK，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刚才的即兴，虽然它很粗糙，但是我们。很开心，真的真的在真的在即兴，没跟大家在真的是抒发的东西在这。对，我们是真的跟大家在即兴的，没有在指定型啊，对，指定型啊，指定型啊，李子。对啊，哎、嗯，你要不拿着唢呐，我们也就是玩点别的嘛。可来，麦克风交给你。哦